أيوه看得清楚吗？我们刚刚晃了吗？你不是最快的。我把那个流星开了吧。我把流星开了。哦，提现好像要过，就是1点还是几点之后才可以？哎呦，那我们按照顺序的话，是不是到克里斯来点了呀？你们等一下，我好怕照到我自己。不睡觉来唱歌，够了，够了，多出了，就是确实，确实是需要11首歌，但是呢，刚刚又，反正就是稍微又多那，反正就是一点点多了。孤单心事确实会唱哎，好，之前答应我做不到了，是说来不了，这个明天再说吧，今天先唱那个歌，先把这个唱完了，因为我今天想早点睡觉，我昨天其实才睡了4个小时，就是一共就是昨天到今天只睡了4个小时。所以现在嗓子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，明天还要早起去弄头发，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去做核酸，所以今天好几次翻牌的时候，我眼皮子都在打架，想听情歌王，晚上好，你终究会成为最快的，好哦。那等你哦，你关注了我的房间，你要住在我的房间才可以，不然你无法成为最快的。孤单的心事辛苦了，没事的，能见到大家就能办生日公演就好。我知道大家不能来，我是能理解的，不用对不起，没有关系。这个本来，这种事情。就提倡大家不要乱跑，也不要聚集性活动，然后看公演这个本来就是聚集性活动，所以用大爱无私的话，我应该是希望大家不要来的。但是确实，我这个人一年可能也就能自私那么1-2回，对吧？就是我是能理解大家不能来的，而且也没有办法，比如说工作啊、学校啊都不许出来，然后工作啊会影响，万一要什么隔离啊或者做核酸，就各种都很麻烦。做核酸你看，有时候又不能当天出啊什么的，也会很影响。万一飞机又因为天气又延误什么的话，那就更不好了。所以我是能理解大家不能来的，只不过可能如果我真的。到时候真的公演了，看到下面空空，就是没有什么人啊，或者是说也没有什么支持我的人，我肯定会很难过的，就很正常。我就是很害怕那天万一自己就是不开心啊，或者是太紧张了，压力太大了，长得不好看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把滤镜加厚一点，好不好？
你们没来的话就疯狂给我刷弹幕吧，谢谢。你们滤镜加厚一点。快唱歌好。为什么不吃了？谢谢棒棒糖。我想吃，好吃吗？哦，是因为耳机吗？可是我想吃。谢谢玫瑰花。反正就是，对，而且说实话，这个蛮影响，蛮影响的。虽然说也早就告诉我是在那一天了，但是就打乱了我很多计划。是被偷的，坏人不得好死，半打小人。对，就是，但是如果反正就是大家能来的话就来这样子。但是我会理解大家的，没有关系，就不用道歉，大家记得来直播前屏幕前看我就好了，不要错过。然后我今天跟另外一个小伙伴商量了一下，我读镜的镜头，可能也会有不好看的镜头，因为那几首歌很难跳得好看。读镜的镜头是晨光，但晨光前几句我是不在的。晨光，模范生，还有光轨。你看这样会照到我吗？哎，这样也还可以哦，这样不错哈。怎么样？我主要是怕不小心照到我，还算清楚吗？所以，好看是吧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唱歌咯，话也讲完了。孤单心事是吧？哎，这有言人中的耶，你想听哪个版本的？对，这是灯。啊，这是直播，是的，因为想跟你们一起看星星。好。那我去那个上面搜。你没有看到流星吗？诶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子才对，感觉。等一下，啊，六一儿童节快乐！六一儿童节快乐！六一儿童节快乐！对，这样子感觉就好了。这个照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给它垫高一点，这样子。就能看到更多的星星了。谢谢啾啾。我怎么没看到流星呢？今天没摁到吗？不是这个。先唱歌吧。对，是灯。
是灯，是直播哟。嗨，好看吗？蛮好看的吧，我很喜欢。哎，你们先等一下，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会没有流星了呢？我想留心，等一会儿。好像有了吧。它有闪吗？你们看到有闪吗？吓到你了？为什么是吓到你了？儿童节快乐！哎，就这样吧。对，我先唱首歌吧。对，它是有流星的。这样是全屏的星星了吗？应该是了。对啊，是直播，刚开的直播。不管它了。先唱吧，不然你们等的太久了。我也觉得漂亮。还是得开原唱，笑死了！儿童节快乐！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，我是不是应该降个 key 啊？卡了吗？卡了吗？卡的人一，没卡的人零。雨下在我窗前，玻璃也在流眼泪，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，用寂寞来测验，还是最想要你陪。所以一起走过的夏天，我常常会梦见。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，思念写成脸上的黑眼圈。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只幻想我们的拥有。
心事，不懂你微笑的意思，只能像一朵向日葵，在夜里默默地坚持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多希望你对我诚实，一直爱着你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啊，那重庆会不会好一些？有声音了哟。那我要重新再开一次吗？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？就怕你终究没发现我还在你身边。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，思念写成脸上的黑眼圈。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，无法停止幻想我们的永远。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，只能像一朵向日葵，在夜里默默地坚持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多希望你对我诚实，一直爱着你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唱个转音。孤单的心事，不懂你微笑的意思，只能像一朵向日葵，在夜里默默地坚持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多希望你对我诚实，一直爱着你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看一下我明天会不会唱哦，反正我明天还会唱歌的，因为明天是那个豪哥的初赛。嗯嗯，哦，是今天晚上。下一首，下一首，下一首。你还可以对我说，睫毛精灵，救命车的声音，或者睫毛精灵，消防车的声音。Oh my god。我又忘记他在了。他太积极了，主要是。为什么我没有流星了呀？晚安。史美丽姐姐，她好像点完了呀。对，但是售后还有，你想听我也不想这样，好，负担变轻了，好，谢谢秋天奶茶，你还在啊？好的，等等我给你再放一次那个保持微笑。嗯，
如果你们看到流星了，一定要叫出来，大声说出你的愿望。有毒，有病啊，是不想听我骂你？嗯，没有草字头的轩哦。谢谢夸奖，嗯，好的，我要唱，我也不想这样。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，我丢耳机的时候也很难过，但是下次小心点吧，这个真的没有办法。忽然间毫无缘故，再多的爱也不满足，想你的眉目想到迷糊，不知不觉让我中毒。忽然间很需要保护，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，假如你退出，我只是说假如。不是不明白，太想看清楚，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。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安抚，反而连一个吻也留不住。我也不想这么样反反复复，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，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，离开你有没有帮助。我也不想这么样反反复复，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，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，都怪我太渴望得到你的保护。我也不想这么样反反复复，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，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，离开你有没有帮助。我也不想这么样起起伏伏，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，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，都怪我太
太渴望得到你的保护。天哪，我唱成这样你们都夸我，谢谢。啊，你淋湿啦。少抽烟哦，赶快吹干，洗个热水澡，澡喝个水。下一首，你还可以对我说天猫精灵救命车的声音，或者天猫精灵消防车的声音。我要第几次唤醒天猫精灵？什么这是什么？我的天啊，真的是救命车，真是救命车。为什么会没有流星？我以前很容易就看到，下一不能再说了，没有安排我的位置哦。是直播呀，所以我想把那个流星开了，让证明这个是直播。下一个是谁点？刚唱的不是很好，明天大家可以来听一听，明天我会努力开嗓的。有病啊，刚看到镜头在动，因为我在动啊。对，有可能我7点钟才开。哎呀，不小心看到我的刘海。看截图是没有顺序的。那我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谢谢虾。对的，一番炸在不在啊？一番炸没有点，还有我们的令 KC 也没有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俄罗斯方块99是不是也没有点？还有我们的 LRJDDD 是不是没有点？克里斯睡不醒，点完了吗？不知道点啥，那。对吧，你们谁先想到了谁就点吧。凌晨的你吉他版好不好？好巧，上次去 KTV 我也点了这首。没叫你呢。你刚刚唱那首我就说啊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好的，你很诚实。刚刚是不是有人想听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？虽然有点老。对，有没有人想点儿童的歌曲？对，你真的有病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讲，
不要再理我了。谁区别对待？你才区别对待呢。上次我偶然进点进了某个成员的直播间，看到你给他在那送夜蝶，唉，真的是偶然。哎，真的是偶然，哎，真的是偶然，不是查水表，是因为，真的非常偶然，因为我刚好要和那个成员去吃饭，然后我就，因为我们说好那个时间，结果那个成员，我就再看他是不是还在直播，我就一点进去，他还在直播，然后又飞出来了一个夜蝶，就真的很碰巧。知道吧？是啊，那天我们去吃饭，你们肯定知道。那天我们去吃饭还撞到了，一些人也去那家店吃了。失落沙洲可以啊，那我们先唱。你吉他甜蜜版，家庭聚餐吗？什么鬼？风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。朗诵有，我们点歌有规矩哦。对对对，就是那天，其实我们有和人撞上。风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。风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，你对着我叮咛，要注意自己心情。雨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，你拿着伞靠近，为我遮遮风挡着雨，一点点想哭泣，一点点想着你，你的爱很真心，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。在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，你就像海中的波浪，对着我成长。我明白你的回答，温柔的对话，爱情其实没有办法，不被感动吧，我不说话。雨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，你拿着伞靠近，为我遮着风挡着雨，雨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，你拿着伞靠近，为我遮遮风挡着雨，一点点想哭泣，一点点想着你，你的爱很真心，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。呼，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，你就像海中的波浪，对着我成长。我明白你的回答，温柔的对话，爱情其实没有办法，不被感动吧，我不说话。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，你
就像海中的波浪，对着我成长。我明白你的回答，温柔的对话，爱情其实没有办法，不被感动吧，我不说话。你有病啊。别再叫了，我把你踢出去了。你们要是真的看到我表情，真的。好，结束了。怎么还生成作品？失落沙洲是吧？可能要降半个 key 去唱，不然嗓子不舒服。可以点无条件为你吗？骂人有毒啊！看看表情，明天看，明天看。素颜双推推吗？建议大家有事没事还是不要涂素颜霜。晚安。明天我如果还真的这样叫我，那我肯定会有表情做出来的。我这个有病都是真的，素颜霜不要用，真的最好不要用，很闷脸的。如果其实你涂个口红画个眉毛，就是会显得就会有很有精神，这个可以去做。确实我之前也有说过的，你们也可以用一个皇冠去点一篇短文，短文会不会太长了？如果你们想听我念的话，我也觉得短文太长，短文要发电。嗨，晚上好，我先放一首，让我们先规定一下这个。通篇骂人的文字，这个有毒了吧？变成这些，什么歌来着？失落沙洲。降个 key。我的朗诵不好。要审核的是。那也可以。对呀，肯定要审核的。
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叫我爱？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把回忆翻开，除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叫我爱？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送的礼物。然后我们下一首歌点什么呢？网易云了。无条件为你好，但这首歌我好像不会唱，哎，你要换吗？你中文明明很好嘛。不
是电台哦。嗨，抓星星了，帮你们抓星星。好，这首可以唱。网易云，继续网易云。儿童节快乐！你是倒是来着？你好幽默，你是不是开心了？听到你开心了。你发了诗歌？哎，不错，写的不错。欢迎加入我们音乐会，为我写扣。对，有首。不是电台啊，不是，其实之前是开电台的，但是可怕。看到流星啦？啊，我也觉得有一点密集恐惧。这样子就不会了，是吧？这样子看手有点短。倒也没有。看到流星了吗？刚有人看到流星了吗？对啊，按理来说应该是有流星的。你看到的不会是灭火器吧？是没上插件，之前它就能，之前它就是能，之前它就是有流星的。懂吗？我之前开过流星的，你可能因为我叫的不够大声。好了，我要介绍再接下来下一首歌，网易云，接着网易云了。不知道是刚刚想听这首歌的人还在不在？对呀，这次怎么没流星了呢？住在霓虹的城市，我这飞翔。
想起你，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，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。谢谢。哦，对啊，网易云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但是其实有一些人，你可能喜欢过，然后也会刻在你的心里。但是如果还有一次的话，你一定不会想要再爱上他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你见到他心里面就有五六七千八百万次开始呼啸而过。嗯，哎呦，很网易云。没有什么耽误不耽误的，不结婚的谈恋爱都是互相耽误，就算结婚了也是耽误，耽不耽误可不是你说的算。为什么非要结婚啊？不要点小哪吒，求求你。好吧，你有鸡腿你说的算。嗯，就是对，反正就是也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这样要生要死的，有一些感情就是让别人大卸八块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教他送？你看那里有一个是叫礼物吗？你把第一个，你试试，你先试试第一个，第一个。
教教他。甜妹，我算甜妹吗？对，点击右下角，是小黄车吗？是小黄车吗？是小黄车吗？是那个礼物盒子吧？我最甜 ，OK。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问，因为刚刚大家不是说我是御姐。热门第二页，有病啊！没有这个选项，黑心小啊，太大声了。这还是 DJ 吧 ？Oh my god！ 哎，是啦啦啦，我们的朋友，这是 DJ 吧？不行，怎么能搞个 DJ 吧？孙楠。到底谁唱的？孙楠没唱这个，唱的是另外一个版本。好吧，他就是这样的版本。少年英雄小哪吒，上天他比天高，下海他比海更大，只会要我上鬼快，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，有时他很聪明，有时他也犯傻，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，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般大，少年他比天要高，下海他比海更大。怎么回事？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，这才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。下海他比海更大，只会要我像鬼怪，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，他的努力也是太大，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，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般大。没唱这个，唱的另外一首。没有啊，没有要破音。什么？谁上不去了？我上去了，我上去了。还有谁没点歌？我看一下。一番炸点了吗？我怎么有点发热了？差点睡过去，点，那好像点完了。我上去了，我们现在要给
如果是不是没有了，是不是没有了？那我们要给史美丽来一首《售后保持微笑》。你可以快点提现，好像是在1点之后吧。嗯，确实没错，我确实应该快点提现。看完这首我就下去提现，我顺便想一下我应该提多少。但是我确实不会唱。斯尔瑞斯夜蝶可以点一首歌，但是不唱。对，花很多，算是退都没有退那么多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拿下来，等一下。对，要早点睡觉，等等定个。不要再叫我哥哥了，你真的好爱叫我，好爱泥塑我。儿童节快乐！今天在12点之前，大家已经提前送过儿童节礼物。哦，不对，今天晚上才是。晚安，你们要睡了吗？好，跟你是几点？可能7点钟开始吧，因为我可能5、6点弄完头发，然后去 KTV 还有一点时间。反正，在7点前我应该会开的，大不了在街上开。可不可以在街上去借别人的那个？别人在街上唱那个，可不可以去借别人的那个？别人不是会在街上唱那个吗？去借别人的那个麦。突然来个路演，要付费吗？但是我不确定哪里会不会有，我会不会被赶？谢谢应援棒。去看 S.H.E 的演唱会吗？我好想去看，但是没有了。以前没有这个钱，没有这个时间，想跳死，好羡慕。对，我都没有看过演唱会，甚至，好羡慕。佳音的我也想看，你居然去贴吧管理比武林演唱会。陈奕迅的很棒，我想看林宥嘉的，周杰伦的也很不错。对，很后悔之前不舍得钱。你还看过 B-Bang 的啊 ？B-Bang， 嗯，一堆 B-50 演唱会也很棒的，实际上大家都看过呀。五月天的也很不错的，就是氛围感很强的。林宥嘉的好像也很不错。怎么样？还有人想点歌？还在吗？那个什么斯尔瑞斯，我是不是
不是该下了？对，没有的 ，SHE 没去过，那你。天猫精灵，音量调到百分。天猫精灵，天猫精灵。天猫精灵，天猫精灵，音量调到30%，音量已调到最大，我音量调到30%，天猫精灵，音量调到30%，音量已调到30%，哦，天猫精灵，音量调到50%，音量已调到最大。天猫精灵，音量调到50%。音量已调到50%。天猫精灵，我想听下雨的声音。天猫精灵，音量调到60%。音量已调到60%。真的烦死了，杨千嬅，笑大了，不要笑我。他们每天就这样睡觉的。我希望我以后真的可以开很多很多 live。 下咯，听完这首就睡了。嗯，好好好，那明天见哦，明天见哦，谢谢巧克力，谢谢你的61个巧克力，晚安，明天豪哥直播见。听完这首歌就下了，我在想要不要去330睡觉呢？可是230我也好喜欢。没有人在等我，猫在等我。好，我考虑一下吧，没事。对啊，我很爱230的，230没有人，330有 whisky 和布丁。等你烦我，我这个人，你怎么对我？我就怎么对你，所以你想我，我就想你。晚安，好梦。感觉乌斯给他们需要人陪，不过他们现在也可以互相陪伴对方。拜拜，晚安，你们也快睡哦。对哦。
大家玩得开心哦，好梦，嗯。